好了，最后一首歌，我们要带来一首歌《心会》。 这首歌叫做《我们的约定》，这首是那个苏年，他是台东的一个阿美族歌手。那这首歌是Hello， 旁边的朋友哦，大家一起过来，因为这是最后一首歌，对，希望我们就滚蛋。这首歌叫《我们的约定》，送给大家，来给我最后的掌声 ，Come on， 谢谢。 还蛮多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怎么了？ 辛苦你们了，对，是，拜拜，我们明天见哦。你要自我介绍吧，一起。自我介绍，OK。好，这样，OK。好，我叫做，我要讲本名吗？OK， 我叫做黄梦平，对，草头黄，然后梦子的梦，平安的平。然后，对，目前都在就是各个地方表演这样。 就是驻唱啊，然后或者是在街头，蛮喜欢唱歌。阿焕，你？叫刘善英，因为来自花莲街头艺人，我们也是喜欢到处唱歌。对，因为爱喜欢音乐嘛，就弹弹吉他，唱歌给大家。是的。好。